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姐。你们家小孩子穿不穿鞋子的？我们家月月，他一年四季不穿鞋，也不穿袜子。你看我在打扫卫生啊，哪里都有鞋子，鞋子到处都是。你看，到处都是鞋子，他就是脚上没有鞋子，说也不听。你跟妈妈说说，你为什么不穿袜子？鞋子也不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穿。不想穿，冷不冷？冷一点点还不穿袜子，你看，我摸摸这个脚，我的个天哪，凉冰冰的。你看他这袜子，那早上刚穿的袜子，有一只扔在这里了，另外一只呢？另外一只袜子呢？啊？另外一只袜子呢？放哪里去了？你在学校穿不穿鞋子的？穿。为什么？在学校。有时候不要那么多鞋子，就不多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脱。哦，你在学校老师不让你脱鞋子，你就不脱。你在家里面为什么到处乱脱鞋子？你看，这里全是你的鞋子。哎，你这样真的是天天能把人气死。就是他这个不穿鞋子、不穿袜子的事情，非得要把你给气炸了。